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我大圆脑袋压不死你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，快点，蓄个力，蓄个力。喂，小脑瓜还是有点灵敏的嘛，看来生前是个聪明人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边边小羊，你们的小羊姐姐。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，这是披萨大战骷髅头僵尸。嗯，哦，现在出来了好多骷髅头僵尸，太可怕了吧！我现在在哪儿？哦，我还在这个披萨盒里，我还没诞生呢。咦，我怎么出来？我跳一下试试，跳啊跳跳！哎，哈，嘿。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接触空气过后我变大了，膨胀了。哎，我过去撞他们，碾压他们的弓。我也太厉害了吧，这个鸡蛋碰石头还是可以碰一碰的嘛。我现在特别强硬，但是我这像披萨吗？披萨有我那么硬吗？反而像地球。哦，好疼啊，他那个刺刀。哎，我居然还可以跳。呜，哦，跳跳跳。哎，被杀，再跳。这过去从背后攻击的嘛，他那个刺刀上的那个箭头也太疼了，我觉得还可以让我掉血。咦，哦哦，左三圈右三圈，哎，跳一下转一转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哦，来了两个，那我箭双雕。嗯呀呀，哎呦哎呦，不应该跳的。咦，气死我了，冲啊！咦，果关啦。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诶，它被我撬翻起来了。嗯，这像一个小刺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就是要地震把它震翻起来，然后才能让它最柔软的地方向上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压死了。这就是变异小刺猬，骷髅刺猬，太可怕了。嗯，这些刺猬和这些骷髅头一起出现了，难度升级了呀。不过我可不怕，我是什么大黄披萨。呼吁，咦，来了两只，啾，两只怕啥呀，一起压死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杀一双。哦，这个刺刀真的要小心了，好疼。嗯，压死你压死你，再转转转，我脑袋是转不昏的。哎呦，这些陷阱一个接一个的。哦，nice， 星星果果，这又是啥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骷髅头还会飞？嘿，我要趁它飞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压死了。哦，这些真的是会打怪升级啊！我这是，哦，它又下来了。这骷髅头长得太恐怖了吧？它那个爪牙长长的，就直接要把我的血都挖掉了。脑袋呀，嘿，我大圆脑袋压不死你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。蓄个力，蓄个力，这些是打不完的吗？哈，嘿，哎呀，被他跑掉了。我血只剩四分之一啦。哦，哟，我这次要小心点，他是两只一起过来攻击的。嗨，嘿嘿，呜，哦，啊，没想到大灾大难躲过去了，阴沟里翻了船，他那个小小的刺刀就把我刺中了。哼，这次我可不怕我，嘿，哦呦。哎，还是要稳重一手，保守战法打。哎，背后被杀，飘飘飘，过关了。哦，这是终极了吧？我和这个大骷髅头进行 PK， 跳跳跳，旋转跳跃，闭着眼，撞死你，撞死你，滴叮叮，它好重啊！那头怎么那么大一个？重死了，推都推不到。嗨，啊，顶起来，顶飞掉，顶飞掉，它还会转，小脑瓜还是有点灵敏的嘛，看来生前是个聪明人啊。再试一下，喂，喂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我不小心滑下去了，再来一次，哈，看我这次直接嘿一个闪躲，没想到吧？哎 ，nice， 成功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。